名师长相声《情义谱》，表演者郭德纲、于谦。谢谢。哦，受累了啊。啊呵，你看看，你男朋友也来了。刚才是郭麒麟和阎鹤祥，对，阎鹤祥是我徒弟，郭麒麟是我儿子，嗯，很高兴能跟儿子出现在同一个舞台上。哎，这叫什么话？哎，把我给搁进去了，您这别争竞，他是亲的 啊，我是干的，大伙儿都认识啊，对我们俩您就应该很熟悉，是，我叫郭德纲，嗯，他叫吕边。今天是一个好日子，不用介绍了，您把我名字说清楚了，您这含含糊糊的听着那有点壮阳嘛，不是？姓于，哎，这就对了，于边。今天行行，越说越小，你这。那么大岁数，废话，您不会说清楚点？鲸鱼啊，你别找吧，别找。于谦，我师哥，门客，合作了十几年了。嗯，其实人家比我资历可老得多，不敢说，真的，实话实说啊，都是从小就在这行里边混，哎呀，一直这样，一抄起来也三十多年了，可不是吗？是不是？嗯，隔年的兔爷怎么讲？老陈人了。瞧这俏皮话用啊！财迷看文物，嗯，老货，嚯、哦！去年的麻雷子，这是老炮儿，随点儿。王母娘娘骂寿星，这怎么讲？老宝贝儿。阎王爷骂判官，是老鬼。哎，大海飘来墨鲁鱼，怎么讲？浪荡江湖老帮子，好家伙！没有好词儿了，您这样的算是一线艺人了吧？哎呦，不敢当啊！一线说不上，地铁一号线啊！我打那边过来的，知道吗？走二 B 出口，我宁可不出来了，我一辈子守着这出口。好人，人非常的好啊！合作这么多年来，嗯，处处比我强。您又过奖，跟您没法比，跟您比那是好有一比啊！比从何来？关公面前耍大刀，嗯，银行门口卖切糕，嗯，什么比喻这？就形容您了不起，不敢这么说。哥俩交情好，嗯，我愿意跟您好一辈子。谢谢，真的，实话实说啊，人都说交朋友交什么样的啊，就交这样的。就我这样，哎，嗯，鸟随鸾凤飞腾远，人伴贤良品自高。哦，哎，这说起来好像是个小比喻啊。您讲一讲，鸟随鸾凤，嗯，天下有各种的鸟。哦，您好比就是凤凰。哦，凤凰，凤凰，嗯嗯，二八加注，自行车。什么凤凰？我也不会形容，就飞的那个鸟啊，破鸟之王，哎，凤凰，凤凰，嗯，我好比是一只小麻雀，哦，小鸟，悬殊很大，那是天下的鸟，每年呢都得去古稀天雷音寺，嗯，参拜我佛如来，去朝圣。您要想去，很简单，我呢，翅膀打开了好几丈长啊，哭嚓哭嚓，你就上西天了。我是拉稀拉死的。哭嚓哭嚓上西天了，飞下这翅膀，哭嚓哭嚓，滋你就走了。好家伙，后坐力还真强，我这。根据你这个研究的火箭嘛，这没听说过。就形容您快啊，是。我这不行，麻雀就这么大啊，打开了翅膀也就这么大，不大呀。我要想去参拜如来，必须借您的劲儿。怎么借我劲儿？踩在您的后背上。哦，哎。你打开翅膀，我站上面，我也打开翅膀啊！泰坦尼克号嘛，这我说上西天了呢，这俩人就一块儿上西天了，啊，就是一块儿都死了呗。哎，鸟随鸾凤飞腾远，人伴贤良品自高，人要和贤良的人相伴。你就客气，为什么和您在一起？因为您就是贤良的人，过奖，贤妻良母啊。
我能是贤妻良母？这是玩笑啊！真正交朋友讲究，一对一见交情乃现，一子一生乃见交情。哦，穿房过屋，妻子不避。您一句一句挨着讲讲。一对一见交情乃现，怎么讲？说的是两个人。哦，身份悬殊，一个高，一个低。哦，高了都不能再高了。嗯，好比就是您啊、哦，我怎么个高？哎，您在33层天的上头，嗯，玉皇爷凌霄宝殿的殿顶子上边，你扶着避雷针站，我这儿找雷劈呢，我这儿。哎，我还提供你一个窍门，您在那上面一定要蜷缩住了扶着那针，为什么？你不能躺下啊，踢碎了不好打扫。哎呀，好，尽量少当地方。嗯。您在上边，哦，这是高，我在下边。您在怎么？18层地狱的底下啊，有一个小煤窑。哎呦，我在煤窑里边掏下水道。好家伙，不能再低了。形容咱两个人这个身份悬殊，这只是一个形容词。哦，到现实生活中，咱们又是不一样的两个人生。现实怎么样？比如说我，嗯，上有老，下有小。哦，日子没法再苦了。嗯，家里穷的都不行了，哎，有心不活着吧？嗯，一家子人呢，还都等着，我还得出去给他们奔饭去。数九隆冬，大雪纷飞啊，我还穿着一个塑料的皮猴，哎、拿塑料做皮猴的，弄了一捆子报纸啊，上街卖报去，卖报纸。这推开了门呢，嗯，风卷着雪刮在脸上，跟刀子似的，就这么冷。顶着风冒着雪走在二环路上，下午5点来钟，车水马龙，回头看万家灯火，天下之大哪里是我存身之所呀，真惨，咬着牙往前走，眼泪在眼圈里横着，难受，看完宝了，看新闻，有新闻你们瞧瞧吧，新闻郭德纲要上春晚了、啊，往前走，风嚼着雪刮着，身上透骨的寒，那是冷啊，冷的都不行了啊！硬着头皮往前走，哦，走着走着，又打前面来一个人，哦，啪一下子，摔到我跟前了，那、赶紧扶起来，哦，你怎么了？是这主40来岁，衣衫褴褛，面有菜色，饿，哎，谢谢您大哥救了我了，我活不了了，怎么呢？我给人打工啊，一年了，老板带着钱跑了，嗨，我3天没吃饭了，饿呀！说完这话，我眼泪下来。您还穷人可怜穷人呢，可怜他3天没吃饭了啊，要不然我给他吃，别让他饿死。你先等，去一口试一下。行了行了。这么冷的天，就别不比划了。他这岁数也未见得吃流食了。什么话这个？废话，这比划给他吃什么呀？我从家出来带了2块烤白薯啊。烤白薯，烤白薯热的搁在这儿。这干嘛搁这儿？凉了呀。你以为呢？我还以为带一块烤地瓜呢。给他吃了，别比划了。给不给就说不就完了吗？掏出1块啊，真给吃啊！别，你给我，你怎么办？对呀、吃啊！行，我剩1块，1块啊啊！吃吧，接过去狼吞虎咽吃了啊！我说怎么样？知道老板的下落吗？啊，知道吗？我一会儿就能见到他，是吗？在哪儿啊？啊，科尔沁草原。哎呦，一路顺风吧！哎。赶走吧，他走了，我还得接着去啊，对，还得卖我的报纸啊，是的，走吧。打前面来一女孩啊，长得很漂亮，是，手里拿着玫瑰花，哦，打我跟前过，嗯，他不会买我的报纸，他没有零钱，他没回家。你怎么知道他没有零钱没回家？报纸上写的，今天是2月15号啊，2月15号走了街上还拿着玫瑰花的人，说明昨天晚上没回家。你饿死都不多是吧？什么时候还有这闲心呢？这活着呀，那怎么办呢？想这干嘛呀？往前走，走着走着啊，走着走着，突然间，我也饿。好、
赶紧吃了，拿出来啊！要咬还没咬呢啊！刚拿到嘴边，这儿过了一辆摩托车，到我跟前了啊！开车这小子一把就抢过去了，走了啊！行行行，好了，我都傻了啊！他到前面掉头又回来了啊！车到我跟前儿，拿着这个，我还以为手机呢。我还以为咬着硅胶了。这个您外行，现在都不用硅胶了，哎，用什么呢？白薯。您就说这事儿，这么大岁数，我就给您扔回来了，扔到这儿，眼泪都下来了。是啊。我还一口都没直接给扔了啊！人活到这个份上还有什么意思？是是，从身上掏出一杆笔来啊！我要自杀，怎么自杀？把生命线划断！哎，你缺德不缺德呀？这能死得了吗？一点儿都不疼啊！废话，这是自杀的方法吗？正难过呢啊！又打身后来人了，谁来了？你。哦，你怎么知道是我来了呢？一边走路一边唱着昆曲，就是你啊！我喜欢昆曲。我们是发小，是也是小学的同班。嗯，我从小家里有钱有势，这孩子是听着昆曲长大的，高雅。我一听这声音就是你，我赶紧把脸冲墙站着。干嘛呀？无颜见自己的发小，你瞧瞧，人家家有钱，我这样我怎么见人家？啊啊！把脸冲着墙。你一边唱着一边就走过来了，我怎么唱？大姑娘美了这个大姑娘啊，这是昆曲吗？这，你爸爸从小告诉你这就是昆曲。哎，蒙我多长时间了？说着话功夫，你到跟前儿了啊，脚步声停住了。哦，我知道你站住了，没敢回头不看，你转到我跟前儿来了。嗯，我一猜就是你，我的父亲啊。我管你叫父亲，打小在一块玩啊，在学校里也是如此。嗯，孩子们嘛，做游戏玩过家家。是，他说他长得很精神，要演大少爷。哦，说我长得不好看，让我演他父亲。嗯，他就是为了糟践人。哦，我想糟践谁，我就管谁叫爸爸，是吗？我连连摆手啊，我不会承认的啊，多新鲜！你一把就把我肩膀转过来了啊。你连我你都不认了，哎啊！我就是，哎，我这死了，我这是，哎，强生达，看看你，嗯，真是有钱人，怎么呢？数九龙灯往这一站，香气扑鼻，香喷了很多的香水，哦，穿着一身蕾丝的西装，这我得拆多少裤衩改这么一个？有拿那玩意儿做西装的吗？太有钱了啊！鼻子这儿戴着一个金环，那是刚耕地回来，有一个眼珠子抠去了，换的南非的粉钻。好家伙，站在我面前，嗯，钱儿，你挺好的哦，父亲。啊，这，我认准了是怎么着？你怎么这样呢？就问问。到这会儿就怕人问。是啊，这个一句话，我眼泪就下来了，伤心事儿，日子过不了了啊！如何如何，怎么怎么回事，全说一遍，跟我说。你也很难过啊！哇、哦，我就哭了，眼珠子就下来了啊！眼珠子下来，有一个是钻石啊，赶紧捡起来。没上没劲，就安上了。嗯，不就是没钱吗？是我给你，我给。左手打开支票本，嗯，右手扭打身后边，拿出一杆金笔来。还甩着上面的血。俗话这么肮脏。废话，我这金笔插屁股上了，这哭一下拔出来。裤子上有各种口袋，有兜，装支票的呀，装公章的啊，财务章啊，装金饼的啊。这个你那裤子后边，裤子上有一窟窿，哦，顺着窟窿插进去啊，还是插屁股。这是一口袋，这真装口袋，怪新鲜的啊。这俩圈花的呀。
哎，人民币，200万，200万，撕下支票递给我啊，把这笔原封不动。听这动静就不像塞口袋儿。来，你先。我拿支票都傻了啊，钱儿，没有签字，还得签字。啊，赶紧签吧。日期，我太马虎了吧，我干嘛这儿过瘾呢？是怎么着？一片更好了，保护好你。写完了，递给我，拿过来再瞧。确实是200万现金，真给钱，我都傻了。是是。他以为我嫌少呢啊，还嫌少啊？哦，我这眼珠子抠出来了啊，钻石的，一手钻石，一手支票啊，我站在那儿都不说话了，不敢相信。你很开心，我啊，不够还找我要啊？好，再见了。哎哎，我还撞墙上了。一只眼方便看不见了，都打这儿起，吃好了穿好了，念谁念谁啊？您的好处那是一个一见交情，乃见就说这个，嗯，一死一生乃见交情。还得打个比方，我再说说，还得是咱们两个人。哦，哎，于谦老师，好比是一个著名的相声艺术家吧。哦，艺术家。哎，相声表演艺术家。哎，这一天呢，下午4点多钟，从家里出去，找几个朋友一起打麻将，玩会儿牌，哎，消遣消遣，这牌打到转天早晨7:40，就打了一宿，最后一把牌一推，你愣了，怎么？坏，怎么了？昨天下午4点多出来，是因为儿子发烧，我去买药，这事儿能给忘了？我怎么给忘了？就是。哎呦啊呀，内疚的都不行了，肯定是。过去就赶紧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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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家吧。啊，到家一推门，嗯，媳妇儿抱着孩子跟这儿看着，生气。于老师满脸上写满了内疚，没法不这样。先把门关上。忘了，不是。你还知道回来，我很难过啊。那是，满脸上写满了内疚。一宿没回来。孩子有病，你知道吗？儿子发高烧74。我儿子都快能沏茶了。你那心怎么是铁的呀？我就不明白有什么理由能忘这么重要的事儿。就是。还有啊，谁在你脸上写了这么多的内疚？真写一脸内疚啊！没带这些钱啊，书上人写，字上写。嗨，我一溜劲儿。事儿我写完了啊，离婚协议书啊，你好好看看。我弄着孩子回娘家，你签完字给我打电话，抱着孩子拉着箱子开门扬长而去。哎，他可傻了啊，拿过这离婚协议书来，看了40分钟啊，难受，不认字。废话，不认字我看40多分钟，看这么半天怎么还不认识？哎，对，这是时候事儿啊，照着镜子。先把这脸名人字画先洗了吧。哎，别内疚啊！洗完了，躺那儿睡觉，还睡。一睁眼，夜里11点了，我又睡了一天。坐起来，拿大半缸子弄凉水，咕嘟咕嘟先喝。坐在这儿，日子没法过。真是，媳妇也走了，孩子也走了啊！屋里边喘不上气儿。啊，压抑。出去遛弯去了啊！11点多，快半夜了。大家出来，顺着马路边往前走。哦，顺着北京中三环这么溜达着，走溜半个多钟头，累，坐在马路牙子上歇会儿，看着来往的车，掏出烟来还抽烟。多大劲呢，我这个。就这么抽，有3根就肺癌了。
咽了，还吃烟呢？又掏出一根来，还抽呢。车来车往啊，这边来辆车，粉红色的法拉利，好车，敞篷哦。车停了跟前儿，嗯，车里开车这女人呀，28、29岁，不大，最大过不去30。呵，四个字的评语叫美艳无双，漂亮啊。嗯，车整停你跟前儿，嗯啊，看着你，王先生吗？王先生，圈儿。怎么着？可以是、啊、可以，什么叫可以是啊？连范哲都没有，去就去吧啊！女的乐了，圈儿站起来了，一身土，打没打没土啊？俩裤衩儿蹬出来，是、啊、上车，嗯，这车日哦，40分钟，开到北京郊区哦，别墅区，大别墅，进了院哦，这院里边巨大无比，是啊。都是各种的树，嗯嗯，院子正当中，嗯，有一大套别墅，哦，5层楼，5层别墅，1层下沉式一个游泳池，嚯、哦，下了车，这女的前面走，嗯，前在后边跟着，要取经去了是吧？猪八戒挑担子呢，不是？夹着烟卷呢，啊，夹什么烟卷？进来吧，啊，哟，好了，1层这大厅啊，就跟北展似的。就这么大大厅，这么大一大厅，嚯、哦！前进都傻了啊！也不够用，好家伙！啊，女的带着他顺着楼梯往楼上走，嗯，这是1层，哦、5层是卧室，上卧室，走走，我这要死了，不是还奔卧室去？想想都开心啊！敢往下聊啊？看你个小伙都忘了吧？啊咱重说好吗？好吧，嗯，去年的兔爷老陈人，从哪儿说呀？这回去太早了。哦，再早点吧，早点。上到3楼，哦哦，3楼拐角这儿，嗯，出来小女孩，5岁上下，嗯，可爱之极，像个娃娃似的。嘿，小孩出来了，妈妈你回来了，哦，回来了，闺女，这是谁啊？问我啊，这是叔叔，喊叔叔，叔叔好。哎，这什么模样？行了，闺女，嗯，回屋吧，不许出来啊。嗯，小女孩回屋了。嗯，女的带着她，奔5层，打开这屋，怎么样？这卧室啊，啊，就跟这屋一边了。这么大一卧室、啊，哎呦，正当中摆了一个床。这是要让我拍片子吗？卧室就中间一床，这人很肮脏。这什么陈设这是？就是有钱豪宅吗？啊啊！好嘞，你跟屋主疯了啊？大老官啊！我干嘛扭秧歌儿？我疯了！太大宽头啊！这嗨啊！人女的看着你，丰收了啊！啊，对，冲个澡去吧，洗澡。好，你拔着窝都小茴香味儿的，不臭。车上就闻见了啊！你这脱衣裳吧，嗯，脱的倍儿干净啊！哦，进屋洗澡去。嗯，3层那小女孩在屋里正玩呢，是电话响，拿起来，喂，谁呀、啊？里边一男的说话，哦，闺女睡觉了吗？哟，爸爸，我还没睡觉呢。哎呀，哦，妈妈呢？妈妈在卧室和一个叔叔在一起。哦，啊，你把电话放在边上别挂，嗯，到楼道里喊一嗓子，喊、啊，你就说爸爸回来了。嘿。电话放边上，小孩出来站楼道里边，爸回来！你是刚洗完澡，刚出来，打那屋刚出来，哦，好、啊，回来了。对，女的说：“你看，啊、我说别让你扭秧歌吧，是吧？嗨，这都耽误了，有耽误秧歌，这不要了亲，这可怎么办呢？这个，啊、这回来非逮着你不可。”是啊，谦儿啊，没事啊，没事，怎么了？这窗户推开了，哦，5层的窗户推开了。下边是什么？嗯、啊，下边1楼的游泳池。对，行嘞啊，抬脚踩窗台往起窜，蹭，我跳5层的窗台啊，踩上往起窜。哦，
一般人敢吗？就是从小就是游泳健将，哎，我就会水。可是列位啊，这窜起来就得从6楼左右往下来啊，那也不怕。他而且是下沉式的游泳池啊，那当然，游泳技巧对他来说一点问题都没有。哎呦，技术！遗憾的是冬天啊，冬天怎么了？你算的就得合8层楼啊，脑袋冲下。这女的在窗户那看，弄崩了一连鞋。好家伙，我都摔了，摔碎了我。哎呀，你这过瘾呢是吧？解恨来了，这摔得倍儿烂啊，倍儿烂。两天人家报警吧，是是。一打电话，嗯，城管就来了啊，这个得搞搜啊，城管的来了。管着管不着啊，他行，城管电话啊啊，归着归着吧，怕他弄着拿勺把你的尸体都拐着玩里边。哎呀，要不要不吃进了？你不知吃什么啊？啊，弄好都泼到院里边。哎呦，泼到花底下啊！完事儿这个得了这事儿啊。对呀、啊，那女的家里边出了抚恤金哦，哎，得给你们家送。那是，你家里边就是你跟你父亲。啊，就我们爷俩。哎，你父亲97岁高龄哦，去年刚释放啊，关一辈子这。就指着你养老送终啊！对，刚出来，你这怎么弄，老头？这我去吧啊！咱们这个交情，我得去啊！您去，我上家去，一进门，哎呦，眼泪都快下来了。怎么？老头就一个人90来岁啊！啊，这会儿正跟那正一个人正打麻将牌呢。啊，你先等会儿，一个人怎么打麻将牌？连连看啊！嘿，瘾太大了。你跟你爸爸聊这事儿，您别担心，谦儿啊，你摔碎了啊！哎，如何如何怎么怎么着？人家对方呢，人家赔了500块钱，你看看你。啊，我就值500块钱，打打个小礼，咱别讹人家，退200吧。啊，好，还不值500呢。打这起，我给你父亲养老送终，这就叫交情，那叫朋友，一死一生乃见交情。哦，最讲究的是穿房过屋，妻子不避。哎，您再说说这个，哦，那厉害了啊啊，得从您说。啊，说我，你不是一个普通的相声艺人了，那我，你是一个生意人。生意，最近春风得意签了一单大买卖。什么大生意？美国人的生意。嗯，东海岸到西海岸挖一条海底隧道，这么大一买卖，谁去都签不来啊！你到那儿就签下来，东海岸到西海岸，那、啊、你这到签完了，这个钱少得了吗？那、哦、肯定多呀！签完之后，你跟你爸爸扛着铁锹斧子去了。啊，你先等我。东海岸到西海岸这条隧道，我们爷俩打算拿铁锹挖过去。对呀、啊，东海岸一个，西海岸一个，爷俩对着挖，对头。美国人说了啊，只要爷俩在底下一碰面啊，就按一条隧道结账，那就通嘛。结果没碰面，你看看，美国人按2条隧道结的账，我们都挖过去了啊！你瞧，这美国人太仗义了，多厉害！太受不了啊！爷俩发了财了哦啊，当地一坐。你一半，你爸爸一半，刀切账。你爸爸了不起，有钱了啊！没事，夜里11点，你爸爸就往那儿坐着。哦，来辆粉红色的法拉利，来个女的，王先生吗？你爸爸说可以是，这女的逮上我们家了，是老有态了。好了好了，不提你爸爸，没你爸爸的事啊。说我，就说你啊，打这儿起，平地一声雷，陡然而富，转眼富家翁。那我有钱了，于谦有了钱了，吃喝玩乐吧啊，了不起了，怎么花钱的主意都开始造。有啊。到最后突然间想起来了，嗯，我这么有钱，我不能一人过日子哟，不是打光棍儿，我还自己呢。对呀、啊，啊，挑个媳妇儿吧，那是。可有一节，这个身份挑媳妇儿，一般的人那不成了。哦，那我得找别的。听人说，在温哥华有世界选美大赛。嚯、哦！哎，于老师买票就去了啊啊！小乔车里说，温哥华到了，哦，有下车的，请出示车月票。哎，我坐公共汽车去的温哥华，你们也不知道啊啊，去吧。下来之后扫听吧，啊，说这选美大赛在哪儿？要找他，有人领着人就来了，嗯，就像北展那屋这么大，都这么大，哎，这么大一大屋子选美，嘿，哎，就前面这一溜椅子，啊，全是 VIP， 啊，有钱人，你坐正当中，我，你是 VIP 中 P， 哎，我怎么那么臭啊，我这名字。旁边世界各大富豪都是坐啊，跟您一比，他们都一分钱不值，就没什么钱。您坐那个身材啊，什么模样？老厉害了，太下三滥了啊！台上是世界各国选出来的美女啊，上台来要展示一下啊，应该有才艺啊！对对对，上来了，这个一唱，小、嗯、儿我自幼儿许配赵家，我得哎，又上来一个 啊，刘大哥讲话厉害呀，扁河南的，哎，又上来一个二不见面啊，乔苏庄啊，这上温哥华就干嘛去了？保定就干了这点事儿。
非跑温哥华去呢？我并没有这么大屋子，知道吗？犯不上，上来就一个一个美女上啊！啊，你们跟底下评头论足。哦，你可没想到怎么有人看上你了？谁看上我了？二楼侧包厢啊，坐着一女的。哦。身边带的人就好几十位伺候他了。是，这女的不是一般人，她是谁？来自非洲土著的阿依土鳖公主。她在墙缝里就看见我了。身边带这些管家伺候着公主。啊啊！公主拿手一指你，说的是你是个什么玩意儿？什么味儿？哪儿学的一嘴乌龟掌子味儿？报告公主啊，中国来的大富豪 VIP 中 P 是是文谦先生啊。公主点点头，嗯、啊，那才是个什么？明白，连问三五遍，其实就是心里边爱上你了，啊，就喜欢我。打回人来提亲，好，一说就行了，那还不行？你也喜欢公主，公主也喜欢你，是是。公主为了你舍弃了那些个草原呐、羚羊啊、狮子呀，哎呦，跟您回北京过日子，这真够朋友的。哎，于老师也够意思啊，得对得起公主的身份。没错，在北京前外前门大街，啊，租了一间平房，啊，两个人要开始过日子。我太缺德了吧！我人都舍了，回来跟我住平房了。你也是有鸡贼的心理啊，你怕万。万一公主惦记你的房产怎么办呢？我还留个心眼儿。哎，先租间平房，俩人先过着，真是要好的话再租一间。哎呀，啊，再租一间，到最后就可以把这几条胡同全买下来。哎呀，这就对了，对不对？啊，租了一间九平米的小平房，太小了吧？这问问公主，你愿意吗？啊，公主点点头。嗯啊，你是个什么玩意儿？这帅。我那得慢慢教他呀，啊啊，教他说普通话呀，哦，哎，也学会了，也能沟通了，是结婚，哎，亲朋好友都来贺喜啊，贺喜喝喜酒，人都走了，你俩该歇着了，对，哎，很漂亮的新房，哦，九平米的新房，九平米的床啊。九平米的床，九平米的房，对，屋子里没站人的地方了啊，这不用站人啊，啊，俩人把鞋拖到院里上炕睡觉，太好，就搁一床，刚把门关上，刚把灯关上，啪啪啪，有人砸门，谁呀？我来了，您这时候才，哎，穿房过屋，妻子不避，最好的朋友来了啊，就是您，哎，把门一打开我就乐了，好，结婚不告诉我，这赖我，不告诉我也得来，哦，啊，我这就脱鞋上炕啊，你下来。我们这结婚，你上炕去啊！你没地儿待，不在院里待啊！你也不在乎，兄弟，上来，上来，上来！哎呦，我也上炕，你也上炕。啊，公主坐了墙角，捂着胃啊！欢迎，欢迎，热烈欢迎！他打保定绕一圈回来的，不是？这是谁呀？这是我的好朋友，哦，他就是我，我就是他，我们俩跟一个人似的，就这么好。哎，聊了几句话，我说行，天不早了，别说了，啊，睡觉吧。真是，我们仨人睡觉，没听过。我们这结婚仨人睡觉，你看什么叫交情，这就叫交情。怎么穿房过屋，妻子不避，哦，就说的是这事儿。对了，啊，谦儿，俩人冲这边墙，啊，公主挨着这墙，我睡正当中，我就得关灯。你这等会儿，你把你搁中间啊！我说了，我谦儿，咱可说好了啊，咱们是好朋友，好交情，知己无假啊，不许胡思乱想，啊，谁胡思乱想，天打五雷轰碎了你啊！轰碎我像话？这一晃半年就过去了。半年我也没事儿啊，谦儿也没事儿，你看公主怀孕了，这不对啊，都没事儿，怎么是她怀孕了？我心态没事，你心态也没事啊，我不是见天跟你们家待着，哦，我有时候还出去呢，嗯，白天干活去，忙去，晚上回来事儿睡觉，哦，你一点疑心都没有过，是是，就这个交情，嗯，住了半年我就走了。好，高峰结婚了。哟，德云社，你叫高峰的。对，那个郭老师，我结婚了，嗯，带着我媳妇啊，上这个美国啊旅游半年啊，您参加我们这个蜜月吧。你瞧这玩意儿，谦儿结婚我住了半年，高峰结婚我不去，显得咱不懂事儿。那您就不够朋友了。那是啊，那是交朋友吗？去吧，嗯，跟高峰两口子又出去半年。哎，您那边睡会儿，刚回来，刚回来，孙悦又结婚了。这要干忙的，大胖孙悦，哎呀，找一个法国的模特，哎呦，大高个，你这玩意儿，你找我一块法国去一年，你说我去不去？得去，得去，是啊，不去不合适。那当交朋友嘛，是吧？是。说相声多了啊，这家半年，那家半年，这够忙活的啊。哦。一眨眼的功夫啊，就五六年过去了。好家伙，这天我实在累了，我回去看看北京是什么样的。啊，都想北京了。回来一下飞机，我眼泪就下来了。怎么呢？我想你。真想我，我只想你，我连公主都不想，我就想你。那是你见多少新媳妇儿？嗯，我
我来，我一琢磨，听说有孩子了。嗯，前儿家里添一小宝贝，就生了小小子，五六岁了。啊，给孩子带一小机器人回来。啊，有。哎，到家来，咱们四口人往炕上盘腿一坐。啊，这个公主说：“带的这是个什么呀？”哎，还测辈儿。我说这机器人能测谎的，那谁说瞎话，他会滴滴滴滴响。啊，那咱们试试。来，三口都来了啊！嗯，来，这小宝贝啊，嗯、啊，你听话吗？好、哦，孩子说：“我听话。”好，看这机器人，滴滴滴滴滴滴。瞎话说谎哎、嗯、天儿、哦、喜欢你的儿子吗我说喜欢哎滴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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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主、啊、喜欢天儿吗、啊、喜欢滴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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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滴我们都说你不说几句吗我得来一句啊说呀一拍胸脯啊这孩子跟我没关系嗯砰炸了